大家好，我是天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哦，好，冲啊！他们看到我开始会爬。场地比刚刚还要小，飞机啊！等等，这有点强哎。我就是这么想被纳克打，纳坦克打，你有什么毛病吗？我不要，那空间的很小，打败那台坦克没有很容易。哎，还是说我可以往回走？啊哈，不太好走，这次的视角，如果要用引诱的那一招的话，好难打啊，飞机飞上的，哎呦，哪有飞机被坦克砸到还不会爆的。我开打把飞机给炸了算了。不晓得炸不炸掉就是。
炸掉，还好有炸掉。哎呀，那个小车车都可以带一台，以防万一吧。 好，要亮了耶！好编你。 太高了，我跳不到。哎，有点太猛哎，是不是该给他们大绝了呢？ 打坦克，我知道啊，只是要闯过去有难度的。那个 R 伞 B 每次都会被我忽略掉。 这次没有忽略，还是走不掉。躲掉了。 躲掉了啊！对啊，路灯是日常，不是很少亮了，所以我都懒得打。记得赔偿我们路灯的费用，不要，你去跟博士讲。 他支持我的。
我看起来三上去揍他是行不通。 发现这边有一个日常。哦，我这么大过吗？ 双之一处，房都被拆了。哎呦，那坦克真的是顿然瞬死。哎，那应该是路牌吧？ 什么都被我打爆啦！啊，距离他太远了。 他这个炮该打这么远啊！啊！是闪了车吗？
他可以直接丢，再次拿市长的车来砸你。 好了吧，这次不要用市长的车。哎呦，号外，大金刚肆虐哥布林，突然失败，不是这样子的吗？哎，他刚刚炸到同伴了，还是那其实是我打的。 坦克哎！前面有很多破房子，说不定有装备。 动了两下，哎，不是刚大哈吗？
都打到这里还被小飞机射死，真的是。是啊。拿着车车下去吗？So, 看起来他有一个新的动力装甲。Pretty. You want me to wait while you get in it? I'll warn you, I'm not in the most patient of moods. Get in it. I'd only hold it back. This fighting unit is completely autonomous. All I need to do is unleash it.Then you'll have a great view as I reduce it to a shiny pile of scrap metal. Kill! 全自动哎，哥布林的科技真强，比人类还厉害。其实你可以直接打钢弹哈，你知道吗？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